现在赶快到司令台前来接受颁奖。
年六班吴宇璇，一年一班潘丽学，一年二班崔元硕，一年三班洪冠俊，一年七班张晨毅，一年一班卢建林，以及一年三班林淑瑜，一年三班杨云凡，一年七班郭雅纯，一年三班林晴安，一年四班严佳杰以及王晨轩。请以上小朋友赶快到司令台前来。